方是程鑫，来，我看我们小黄人的，加油！谁在最后一个？我呢？我相信你。我也想相信我。这声音都是这么大的吗？我的妈！耳机都戴上了哈，请狒狒呈上题目。哎呦，我的天！输了怎么样？这一题。啥？哎呦！啊！这个我觉得可太难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潘叔，你需不需要我们配合？一会儿谁配合一下也行，但是有点乱吧。他们几个配合就够了。来了，来来来！还特别请来了助演。一会儿我演是吧？你配合从在我后边，我演啥你们演啥，就跟着我走就行了。啊，好嘞。这个肯定猜不出来。挑战开始。五个字，五个字儿，就是脸、腿、膝盖，黑膝盖。哎，对，大完了是那个啊，再来来，这仨蓄势待发，我跟你说，啥？牛，大牛，再来，门儿，大牛推车，来了，还有一个来了。大牛猩猩什么场景非常对，不是牛吗？牛。好，时间到，宝宝往后传，给明姐传了。几个字？五个字。五个字。脸腿，连腿。这写住，你们得演几回啊。五个字，来，连腿牛大象。哎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呀。那说是你是什么脸？连腿牛大象，牛。好，明姐向后传递。完了，我感受到了，懵了。五个字。五个字儿。渐渐变得熟练了起来，这个队伍正在逐渐的庞大。还有一个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这样的，五个字，我不知道，懵了，肯定懵，我都懵了。最后一棒啊，最后一棒，加油！五个字儿，来。准备第三趴。啊！猜吧，我不知道。先没有任何提示啊，这个真的想提示也提示不出来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王牌对王牌的传声筒里的用人最多的一次，最多的一次，确实。所以说是最不明白的一次。第一个是啥来着？告诉你了，这个牛，我脸和膝盖都老牛了。其实这个你们不知道，这很重要。脸、腿、面裤，什么叫面裤啊？面黑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
面哈喇子。嗯。他说：“我演一下啊，我演一下。第一个字儿，飞飞；第二个字儿，周非洲。大大迁徙。”原来是这样，对，非洲大迁徙。你这叫什么意思？这什么呀？不要脸吗？脸比较黑，谁能想到？